家好啊，我是 Rex 啊，今集咧就同大家示范呢个魔术嘅。咁我呢度咧有副牌咧，我会叫观众拣只牌嘅。今次用个特别啲嘅方法，我咁样洗啲牌嘅时候咧，观众除少咗地方嗌停停，去拣只牌嘅，就系呢只啦。记住，跟住循例卡卡佢啦。好啦，咁咧。跟住咧，觀眾咧幫我 cut 開兩沓。好啦，呢度有兩沓牌啦，觀眾是但指一沓啊。假設佢指呢一沓，咁我另外一沓咧就唔愛噶啦。好啦，咁咧又係色仔出現嘅時間啦。咁啊，根據說明書咧，呢、這個魔術咧要用兩粒咧六面色嘅。但是7至12的数字的，因为香港买不到呢，我就用了这个 app 去代替啦。好啦，咁啊帮我熬一熬色先。好啦，咁啊两粒色的总和加埋就是17的。好啦，咁我会数17隻牌落台面。1、2、3。咁我总共咧会咁样洗三次嘅，仲有两次，1、2、3色，16、17，1、2、3，17，好啦喎。咁啊，观众洗完牌啦，咁啊，到我拣只牌啦，我拣16只牌出嚟啦，我嘅幸运数字系16，1、2、3。16，咁啊，其余嘅牌就唔爱噶啦。咁样，观众同我拣咗数字啦，跟住我用佢嘅数字去洗乱啲牌，跟住我又拣咗16只牌。好，跟住咧，我觉得咁样都唔够乱，我会再洗乱佢嘅，用呢个方法，一只上一只下咁样去分开啲牌嘅。咁啊，个次序应该就好乱噶啦，非常乱啦。一只上一只下一样，咁我会分开几沓嘅，一阵就会知道点解要分几沓噶啦。好啦，咁啊分咗五沓嘅，搭齐佢先吓。好啦，一开头咧，观众帮我拣咗只牌噶嘛，记唔记得系咩嚟嘅咧？得，葵扇十系咪？冇错，呢只牌就葵扇十啦。咁我。魔术师最中意揾观众嘅牌嘅，我已经做到啦。我觉得咁样唔够啊嘛，系咪？当我摊手指咧，跟住面头呢四只牌咧，系魔术师最中意嗰四只牌嚟嘅。咁即系咩啊？系四条烟啊！而最神奇嘅话，见唔得红花笋系咩嚟噶？而家争。所以而家争三只，当我反转佢嘅时候咧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就会揾埋其余嗰三只牌，就变咗葵扇嘅同花顺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赞好和订阅啦。订阅制隔离那里有个钟仔的，按着了之后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啦。订阅是不用付钱的。下集见啦，拜拜。